靠独军军鼓书，据祝融报文兵，报红还武之兵也，有力乾坤可兴。江中红泥东，寂寞无春秋，憨憨英雄剑，狼火披雄鹿。今天的影片带大家回顾我所痴迷的布袋戏《最毒中的声音》黄文泽。在分享起今天主题前，我想先来说说跟布袋戏的结缘。小时候家里水果摊顾店时，我妈开了电视，播放着中视在播出的《霹雳狂刀》，有个声音总会提醒大家。明天同一时间记得回来收看。独行一进水果雕，高雕行移，精彩好戏。玉帝结果，结果如何？玉帝精彩结果，玉帝一连串精彩结果。乡亲们不可错过最精彩剧情，切勿错失我们的宝的戏。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宝的戏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宝的戏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宝的戏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宝的戏。霹雳节目曲。这不只是霹雳布袋戏的传统，更是从以前由黄俊雄大师，或者是更久以前为了让观众回来再看，吊人胃口却又不得不爱的手段。不看你会后悔。如果你问我小时候看得懂布袋戏吗？我的回答是当然看不懂啊。但你会被他的声光效果、他的音乐、他们的造型给吸引住。而布袋戏本身不是一个活体，所以除了靠操偶师演绎外，更需要一个灵魂之声替他们发声。在2021年以前的霹雳布袋戏几乎都是由同一人配音，那就是大师黄文泽。由他的演绎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气质，本性本性一本性，转如转都是转心，脑中天书中文，强而本部半边天。这个人的霸气就是这种的豪情，就是死，或是女生的柔弱。我想，我不会一直到顶生活。还是孩子般的声音，太是啦，阿弥陀佛。老人家般的关怀，好吧，不过我也是希望你较早以乱世共度见一个面。还有当配乐一出来就知道要出事的鬼王冠。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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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恐怖的杀人手法，降临在不知名的身上，不知名能躲过血吗？或者是透过诡异的音乐搭配口白，让我小时候看了根本不敢睡觉的自残之残。啊！在一片混沌之际，仍有救世之声。为武林开启一丝希望。苏官卿，我来呀！好。这些声音的演出，皆是由黄文泽大师演绎外，更得戏里戏外的八音才子美誉。古往今来4000多位角色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、杂，或如飞禽走兽，皆由他演绎。我正乃八音才子南宫布人，一毕生非常多，就你一个人吗？就我一人，不是风采，明明有四种不同的声音嘛，你错了。阿弥陀佛，不用惊怕，我喜欢的声音是苏州的乾坤木切，巧劲英雄哦，一耶稣啊！遥遥天外破俗性，仅仅几处数秒魂，实在厉害。我现在就了解何为不应在主，但是今天一旦看你展露寒舍绝技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有人问我布袋戏到底有什么好看，真要我回答，我有时候回答不出来。也许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习惯，习惯有个声音告诉我这周在那个世界发生了多少事情，而搭配演出的声光效果，我还是会说是台湾的翘楚。
国良心费，深修玉髓献金雕，黄龙玉飞金鸡。那为什么都要有一个人配音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你看习惯了国语版的蜡笔小新，当你听到日语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一回事一样。这样比喻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习惯了，因为一个人配音有其极限，而他的声音总让人意外，原来可以这样配。全部用，有两位你一天就一高，但不用阿丁，韩叔剑恩金雕白凤，这一局你要关意吗？莫小米，我只是来看你死也不。这，叫人清寒真是脸目不管啊！你狗头的，老狗啊！你狗，原来是这么个路，还要出来？多到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你分享这些美好，因为没看不熟悉，所以才无法投入，才会觉得出戏。但也就是如此炉火纯青的声演，才让我一头栽进这个坑，无法自拔，很难习惯除了他以外的声音。也是他立下了太多标杆，导致我们胃口被养得太大了。今天也带大家来看看这些年我最印象深刻的口白片段。当心不进去，千里快赛风，从中献雄夺，霹雳金星酒。布袋戏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恩怨难解的世界，每个人从出场那一刻开始，也许就注定了退场的结局。所以到了角色的退场，或是情绪最高涨之时，那个壮烈，那个悲情，都是由口白担任最重要的情感赋予。为时间不渡，用一再金交付母亲。红星不提是用尽啊，海上君啊，不是，不是。在需要深情之刻，无论是男女、男男、女女，他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给现场发挥。灵吉，你醉了？我可是听见伊的声音。灵夕，咱来生再会，抱骨天好，锦绣的我。就不再分开，答应你，我必将最高再相转，愿再尽量，我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幸福。而单口配音就在于切换角色的性格、性别，皆由自身掌控。为了杀毒性。人人将心比如龙性气之力，地属非常琉璃光体，真是的不相信。你受了当凶，抓令在前，莫不是他，即将他带来，尽量可以，忘了杀了最多的通路，永世不再纪念，可以吗？尽量可以吗？也许你感觉你的人生。处处缺憾，但爱记得，在暗处纵受伤害，不免深陷着你的人生。红星，长达30多年来的配音，
我们也可以听到同一个角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声音。半神半神一半神，转如转度是转神，脑中尽数装万贯，两个本部放变天。素还金言是东西的素还金，您不要将素还金献明了吗？回到原点，决定恢复原本以前的天机现象。在素无付出之前，这个多做献身，以将武林修得春色，归去人心三千万，笑看人间平安处。如果经过改行记录，除了这些或许感动、或许催泪、或许热血，在这些感动之余，有个声音也纵横了霹雳武林三十多年，说学斗唱样样精通，甚至还出过单曲。除了唱以外，还有一首片尾曲是由他来填词，由伦杰演唱。说来也很好玩，一直想做这个特辑，但真的在落笔时，我却也不知道能写些什么表达他的好。反过头来想，也许就是太多经典，要透过一支影片来交代完毕，真的太难了，也太可惜。而这个声音，我想在我的频道还有人看的时候，基本上你都还听得到这个声音，一起回忆布袋戏在我生命中陪伴的时间，也真的很感谢这些声音陪伴着我们看布袋戏的时光，尤其这句，真的。爱死他的了，布袋戏，因为我还要传承到以后，让这个布袋戏的生命一直在走。我们看见他对于布袋戏是非常的投入，非常的热情。不论如何，感谢他带我们进入这奥妙的世界，感谢他替我们留下这么棒的青春岁月。未来仍希望大家可以开阔心胸，替他把这个记忆持续传承下去。对于未来，少一点指责，多一点鼓励，大家的支持。就是推动这项记忆使命前进的动力，因为我还希望讲这个故事到我七老八十，真的。人间。